来，我要录个开头，你先来啊，不好意思。音乐大家好，这里是阿拉，今儿带大家吃一个银河系最臭早餐 ，Let's go， 加两个这个，然后两个臭豆腐，然后这个辣椒好吃，哪个辣椒？谢老板，嗓子你弄了没？谢老板，一共多少钱？然后我要吃馄饨，你就放这点肉啊？肉菜，肉还问你是红烧肉啊？我要一碗，您再给我一个葱包烩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银河系最臭早餐。这仔细看一下啊，臭豆腐、油炸果，然后里面搭配上老板的秘制辣椒酱，闻着还行啊，不是特别臭。好了，这是我的馄饨，薄如蝉翼的馄饨。啊，好吃好吃，这是什么呀？胡椒啊！要要好东西。你看，哇，你这个老板给我撒了胡椒粉，吃馄饨怎么能没有胡椒粉？对不啦？放了胡椒粉完全不一样。拿两个。嗯，咬到臭豆腐了，特别臭。啊，这个臭豆腐好臭啊！大口吃就完了。南家女，南女是安徽人，这个摆的很难。太臭了！烧饼加臭豆腐，慎点，这个味道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，吃起来真的香，特别是加了老板的秘制小酱料之后，特别提味。这个是徐州的第二种特色早餐，特别酷，叫做葱包烩。这里面可以隐约的看到大葱，然后表面是刷了一层酱，外皮就是一个馍。简单来讲，就是馍包了葱，刷了酱。嗯，甜面酱。嗯，好吃，这么好吃，这大早上的葱都吃了。对吧？啊，好好好，好胖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。然后我今天早上来的这两家店特别有意思，刚才买饼那家店叫董爸爸。吃馄饨那家店叫老妈妈，突然才反应过来，一顿早餐被爸爸妈妈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消费，因为你，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